今天参观新城的古城区，然后有那我指的的是我们这座城，包括钟鼓楼啊、城墙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都师府在2002年重建的。And where we stand here the building is founded in 2002.如果对老建筑感兴趣，我们可以到钟鼓楼去看一看。In 2002, what? This building, this.